哎呀，我都已经说了，那个卖场啊，一定要稳住了，你不要管那么多嘛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，郝总啊，我们这次是到南岳给昊天祈福，啊，你说这个心是不是要沉点？啊，哎呦，哎呦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梁总，实在是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啊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就给他关了。哎呦，梁总，您说您对昊天的这份父爱啊，真的是晴天可见。您说这个昊天他就算是个铁石心肠，也一定会被您感动的。哎，昊天可不是铁石心肠啊，他是善解人意又足够坚强啊。哎呀，真得感谢老天爷送给我这么好一个儿子。哦，对了，梁总，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，您没给他准备点什么新年礼物？哟，僵尸单盾呢？哟，梁总，您可太有眼光了，这么一块名表，配在昊天那个小帅哥身上，一定啊是魅力倍增。是吗？对呀。哦。在这儿，你来这么子了？我来拜年。我是不是可以进去？进来了。谢谢谢谢啊！哎呀，你看你何是搞的了？连不珍惜别个的劳动了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来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没看见。哎，我讲连长董事长啊，你到这里来不是专门为来拖地的吧？梅姐和昊天他们在吗？啊，哎，不在嘞。哦，哎呀，那他们到哪儿去了？什么时候？不晓得。哦，那我先等等啊。哦，对，哎，这个，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请稍等。哎呀，这家伙胖蛮贵吧？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了？哎呀，我就是想啊，对你表示感谢，感谢你前一阵对梅青和昊天他们的照顾。哦，那不是劳务了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，哎，让孩子们听到又会说我的了。哎，对了，我第一次见到文静姑娘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她是个好姑娘。俗话说，买房看墙，娶妻看娘。文静姑娘能出落成这个样子，你这个当娘的啊，功劳最大。哎呀，看你干的，那是当元帅。是是是，他是不是今天要毕业了？啊，是的。那需不需要我找市里几个三甲医院的院长们打个招呼，让他们安排呗？哎呦，哪有，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这叫什么呢？哎，你看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啊，到这个岁数不就是为孩子活着吗？你看我，24年了。从来没照顾过昊天一分一秒啊！也许是老天爷惩罚我吧，我只能看着人家的孩子，啊，和他们的父母团团圆圆的，阖家欢乐，而我却孑然一身。过好是命嘞。你看，这要过年了，说这些干什么？对了，昊天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哎呀，他们现在可能回不来嘞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堂客，昊天手续儿搁到宰鱼汤。你说谁手术？他手续。哎，对，是，我手续啊。你哪手术？小手续。盲肠炎。啊，对，盲肠炎。哎呦，盲肠炎。啊，这。
昊天出事，啊，不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他在医院里。哎呀，哎呀，快点，哎呀！昊天，昊天。 没想到你会说吧，啊！你知道为什么会说吗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太相信人，太相信感情了。而我就不信。从你妈……哦不不不，对不起，我差点忘了。现在应该是你外婆。从你外婆第一天踏入我陈家门开始，我就不再相信任何人。 不再相信任何感情了，梁昊天，你记住了，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会夺回来的。哎哎哎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们陈家的事儿，你怎么那么爱管啊？啊！ 你姓马，我们姓陈，是不是？你别跟个妇女似的，你买这些个东西，谢谢你。我们家用不着，我们家有钱啊。哎，你什么态度啊？你瞟我，你敢瞟我啊？哎，我发现我们陈家每件事都有给。哎，你怎么跟你怎么跟三我心似的？你脱放了我们家不放。哎哎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把我拉下来干什么？我要上去。 我跟你说，你老老实实一个人，你别掺和我们家事儿，行吗？啊，那是我爸我妈，不是你的啊！你拿着这东西，你赶紧回家，谢谢你，行不行？不是，啊，行不行？哎，你赶紧走你的啊！啊！昊天在哪里啊？啊！我要生孩子。你快说，昊天在哪里？哎呀，你松手，昊天在八楼。哎呦，好嘞！你没事吧？ 那妇产科在那边，啊啊！啊，产妇产科在那边，产个屁！我不去。哎，你不说你要生孩子吗？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我不想生了，行吗？再见。的确，是你妈帮，嗨，我习惯了。<笑>是你外婆帮我改了遗嘱，可别认为会感激她呀。 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我的嘛，你呀，只是我外甥。没错，是我败了家家好，半壁江山。也就是说，把我爸的一半给输掉了。那又怎样啊？啊，我是他儿子呀。要是我爸突然醒了，他知道了。 以他的脾气，他肯定会把我的皮抽我的筋，所以我不能让他知道，不能让他醒。啊，反正我做了这么多坏事了，我也无所谓了。现在就凭你一条胳膊，你是斗不过我。 昊天，回家就好。昊天，哦，吹。昊天，昊天呢？他怎么样了？啊？
他很好，他没事。妈出车祸了，这是很好吗？你们这些骗子，骗子！你现在暂时不能进去。你给我滚！ 是我把浩天，不，是浩天自己，你别误会。你给我滚！梁静，你要干什么你？我请你们出去，我有权利和自己的儿子单独待一会儿，我请你们出去。 出去啊！来，听话，出去啊！儿子，儿子，你没事吧？ 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不管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也是我的儿子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答应，我不同意，我会移民相亲的。 是我跟着陈家苟延残喘的时候，
他就有机会来害你。我是第一个要受到处罚的。不，昊天，我不会勉强你，但是你要好好待待自己，啊！不，不是为我，就算是为了你那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母亲。 医生，医生，不能咬自己舌头，不能咬自己舌头，昊天，不能咬，不能咬，你，医生，昊天，你怎么了？医生，昊天，医生，昊天，你，给我拿针印机。